天团 BBang 本月初才在香港举办的2015妈妈颁奖典礼风光横扫四大奖项，没想到今天一大早，南韩媒体守候在首尔仁川机场，等到了 BBang 的老幺胜利。而且根据经纪公司透露，胜利此行竟然是要造访台湾。胜利今天低调出现在仁川机场，据了解就是为了来台为代言的知名手机品牌站台，相关行程十分保密且低调。以往 BBang 都走 VIP 通关离开机场，这一次胜利抵台却大方与旅客一起走出机场大厅，还被歌迷抓到一同来台的竟然还有歌手郑俊英。到底此行是胜利来找朋友游台湾，还是真的拍广告，就请粉丝拭目以待了。娱乐新闻中心整理报道。